嗨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最近他的呼声也很高，看来大家都很喜欢他呢。手拿着爱心大锤，一头乌黑的双马尾，就好像漫画中走出的制服少女。虽然本来就是动漫，性格是喜欢争吵的人，不过给人感觉特别可爱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，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甜蜜的理由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爱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大家对我的初印象是什么呢？欢迎来评论区和我互动哦。大家还想看猫玩画谁，可以评论区告诉我。那么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认真看视频吧，看看猫玩是怎么一笔一笔把我画出来的。你们可以挑战一下哈，看看谁画得更好，期待你们的作品哦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简笔画教程哦。